我啲 friend 班可能穿越时空，由2億3000萬年前嚟到依家嘅香港，现实系科学馆啊！过去科学馆曾经举办过几次以恐龙为主题的展览，而巨龙传奇展览无论在展品种类、展场设计和延伸活动方面都有很大的突破。这次展览是香港历来规模最大、参观人数最多的恐龙展，入场人次还高达77万。到底科学馆一班同事怎样突破框框，成就香港史上最成功的科学展览呢？在室外展示巨型恐龙，同恐龙玩互动游戏，有恐龙从屏幕走出来的流动应用程式，这些都是巨龙传奇的特色。我哋之前系做过几次恐龙展嘅，我哋今次咧就谂下新意思啦，咁就将化石加埋机械恐龙啦，加埋一啲互动嘅展品啦，加埋一啲互动嘅恐龙啦，咁仲有啲大型嘅多媒体节目，再加啲新科技嘅元素落去。咁总而言之咧，我哋就系希望俾观众一个全新嘅参观经验。为咗腾出更多空间，摆放190多项展品。科学馆提早拆卸和改建用来做长期展览的场地，破天荒将展场面积扩大至2500平方米。在设计方面，我们都知道很多小孩就喜欢跟恐龙拍照，今次就特地设计了一个叫放心坐，就将恐龙放在一个平台上面，高度就刚刚好的，家长就很安全地抱着小孩坐在上面，然后就拍出来的角度就是最漂亮的，还有那些小孩又可以很近距离去看到那只恐龙。科学馆动员了所有同事筹办巨龙传奇，另外为了令到同事有第一手关于恐龙化石的知识，科学馆特别派他们去到内地5个恐龙故乡考察和接受培训。首先专家就会教我应该由哪里开始，即是要怎样去找恐龙化石，找到恐龙化石我们又要将它怎样处理，到最後就是要怎樣將它可以展示到給觀眾，就是將它裝架。今次的展覽我們有一部分是以一個恐龍專家的工作室來的，通過我的經驗，我們就可以將真真正正恐龍專家其實他做研究的時候，他那個工作室的環境啊，他所需要用的工具啊，我們就將它展示到給觀眾看。科学馆还搞了一个全新的延伸活动——恐龙野派对，给144个家庭体验与龙同睡的滋味。活动之前，科学馆同事还带埋仔女一起在展览场地示范了一晚。当晚其实我自己本身新鲜事卒，一定要一起瞓咁先可以鼓励到其他同事一起尝试，看看各方面的配合咧系达唔达到我哋嘅要求，会唔会啲冷气太冻啦？又或者话啲灯光会唔会太暗啊？究竟我哋嘅地系咪好舒适咧？试瞓完一晚，科学馆同事更加能够切身处地咁了解参加者嘅需要，再设计活动流程，咁样参加者自然玩得开心又放心啦。我哋咧就瞓喺地下里边，跟住我哋都系笠住个睡袋嘅，觉得咧就好得意咯，因为我未试过同啲恐龙一齐瞓，仲要喺科学馆里边添。巨龙传奇自2013年11月揭幕之后，科学馆同事并冇松懈过，继续同心协力处理各种挑战。我哋出邊咧就擺一隻好大嘅，即係炳靈大廈巨龍啦。咁因為條龍條頸咁長，條尾咁長，如果打風嘅話咧，佢只要即係發一發咧，其實就好危險嘅。11月咧就真係打風喎，咁就不過一早就預備好曬啲頸箍啊、尾箍啊咁樣啦。咁所以咧就即刻做防風措施啦，咁就幫佢咧箍好條頸、箍好條尾，咁啊結果咧就冇事啦。為咗令全港市民都可以參與呢個咁大規模嘅展覽，
科学馆仲为视障人士筹办咗一个导赏团，希望将科学知识普及到各类人士。我哋有一个六风龙模型，我哋专登攞出嚟系由头去到条尾，每一节骨都会系俾佢去摸。佢哋冇谂过，原来佢哋用一双手，亦都可以去感受到恐龙呢一个咁遥不可及嘅一个科学知识。佢哋走嘅时候，佢哋好开心，嗰个感觉咧，比我知道有77万市民嚟参观咧，就仲开心咯。我作为一个公务员，其实我自己都是一个市民嚟嘅啫嘛，咁我一样是用紧啲公共服务嘅。所以我們一定是將心比己，用自己是一個市民的角度去想，我應該將服務做到怎樣才是滿意的。我相信只要我們是肯用心去做，肯去走多一步，我相信市民大家都是會明白和是會滿意的。